印度尼西亚莲花苏丽萍问的，顶礼根本上师阿弥陀佛，祈愿师尊佛体安康，常住世间，常转法轮。弟子请问师尊两个问题：一，如果弟子不能参加网络直播的同修以法会，然后弟子开重播，弟子收到师尊的加持，力量是否还是一样？开重播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重新再看这个师尊的加持力量是不是一样？当然一样，当然一样。因为你不能保证说每一个人那个时间他都有空啊，哦，说不定他在飞机上啊，或者他在旅行啊，或者他有事情啊，因为时间都不一样嘛。我们这里讲出去，每一个地方时间都不同，所以呢，你开重播。一样有加持力，一样有加持力，就是经过一年以后，你重新再看一遍，一样有加持力。就是等师尊这归天了，啊，师尊已经走了，离开这个人间了。你开重播，还是有加持力。